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净土梵音啊，我们一起来好共修啊。早上下了一场甘露雨啊，有没有淋到雨啊？没有哈，好，请放掌。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净土梵音提供这么殊胜的场地，让我们办共修。上一次有来的，其实只有两个星期前，上个星期有来的同修们请举手，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净土梵音。好，那今天我们原本要分享偶益大师的十大爱行，后来师父斟酌了 好一阵子，觉得说虽然义理不深，可是境界很高，境界非常高。比如说第一个那个大爱就是有关病，然后就是提醒我们修行有障碍有生病都不要被它影响，然后知道病呢其实可以是个逆增上缘等等。所以觉得说还是下次有因缘我们再把十大爱心再好好的讲一遍。那今天呢就趁今年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办一万声佛号共修了今天所以明年有明年的因缘所以就不等明年师父就趁今天的因缘，趁早上还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讲解有关口念耳听心念心听的一些概念，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些学习，好不好？好，那讲到这里师父还是要问一下有哪些同修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印光大师十念法这样子的共修的，有没有第一次的？有啊，哦，很好，哇，那你们很有缘呢，第一次就要来接受一个挑战的好，不过呢第一次参加的同修们你们有没有念佛的经验呢？有念佛的经验的举手，刚才举手的有念佛的经验没有念佛经验，好，没有念佛的经验，有没有禅修的经验呢？刚刚举手的有禅修的经验那还好至少有一些修持的经验好，那我们到今天为止应该是第32场了，可以这样讲应该是第32场的万声阿弥陀佛圣号共修好，有哪些同修大概应该有参加了32一半以上，16场好，一万声算一场，所以3万就算3场好，有哪些同修算一算大概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举手，一半以上，哇，有好一些很好很好。好，那接下来师父就要讲一些概念让大家比较了解好，首先印光大师十念法真的就是由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那这个方法就是让我们能够做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然后呢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好，我们今天先从这几句话先讲好，什么叫都摄六根？把我们的六根摄住了一般我们六根都是向外攀缘的，我们这样说六根攀缘什么呢？六尘眼呢？眼对什么？色色，所有的那些看得到的东西都属于色尘所以眼对色尘。耳呢？耳对声尘，所以听得到的声音你都会想去好奇一下听再来鼻对香尘这里说香不香的也算进去然后呢
舌，舌根对什么啊？味觉哈，味尘，非常好。身，身根啊，触，色身香味触哈，触触尘哈，所有触碰触得到的。最后一根呢？色身香味触法，非常好。好，法尘啊，所有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哈，都属于法啊。概念啊，非概啊，概念似的哈，都属于法，很好。好，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哈，大家请大家包涵一下。好，那再来，哈，刚刚说了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哈，这样子的话，多数都是向外攀缘哈，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哈，所谓的都摄六根，就是要把我们的六根往内看了啊，把它收摄了，就不要往外去攀缘了啊。所以念佛就是其中一个方法，让我们摄住我们的六根啊。那这样子摄住六根哈，印光大师啊也依据这样子的都摄六根哈，建议我们啊，建议我们首先口念清楚。啊，口念佛号念得清楚，那口念清楚，我们就摄住那一根口舌根啊，舌根就摄住了啊。然后耳听清楚啊，那摄住哪一根耳根，非常好。然后最后啊，意念上哈，一根我们就要计数哈，一根啊就摄住了最后这个一根。这是最主要的三个我们能摄住的，舌根、耳根跟意根，所以用这个方法。那其他的三根也会跟着容易收摄了。其他还有是哪三根？眼根，对不对？眼根就也收摄了，你就不会再去看其他该看不该看的。好，然后鼻根怎么摄住了？我也常说我们鼻根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哈，在修行的时候，所以鼻根也容易摄住哈，就用来呼吸。那最后呢，身根哈，我们就行住坐卧啊，然后这个身体就没有太多其他的一些动作，这样子摄住了。好，所以这些日子以来差不多一年啊，一年我们这样公开的办万声佛号哈，我们就已经在学习哈，第一口念耳听这样子的念佛哈，口念哈阿弥陀佛，耳听什么？阿弥陀佛，听谁念？自己念。最重要要听自己念，所以印光大师解释的时候也有用四个字，就是自念自听。印光大师有说，你们听过啊？自念自听，自己念自己听，可以这样讲，自念自听。然后有谁今天早上是也要比较互动，因为师父要比较指点你们的哈，因为等一下就要操作要练习了，所以一定要听听你们的反应哈。好，有谁这些日子来哈，尤其刚刚举手有参加过至少16场哈，一半以上的哈口念耳听你们觉得做到怎么样了？可以给师父一些回馈吗？口念耳听。这是最基本的哈，口念耳听。好，包括第一次来的同修们哈，也有一些念佛的经验来讲哈，口念耳听容易吗？口念耳听还容易哈？什么东西听不到？默念啊，对对对啊，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讲默念哈，还没好，现在还是属于口念耳听啊，口念耳听。还可以，对，非常好。这位同修说哈，口念耳听摄心哈，可是念久了，那个嘴巴一直在念尤其我们10000声要3小时半再来嘞，还有23000哈，好，
所以会比较累，真的是这样。那还有其他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共修时候念佛嘛，你们自己其他时候也鼓励你们念佛，然后口念的话，其他时候是不是很难继续的口念？可以这样子讲吗？你必须做其他事情啊，你也必须跟其他人讲话，那是不是就没有佛号了？是不是这样讲就断掉了，很容易断掉了口念。不过还是要从口念耳听开始，最基本的念佛我们就是先教这个。其实如果更初期的 没什么念佛的，我们先鼓励他口念，先不讲耳听，可以这样讲吗？要让他念得习惯了，刚开始都不强调。不过既然你们都是有心来共修，有心来念佛，我们就鼓励你口念耳听。这个耳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技巧，是印光大师非常提倡的。然后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耳根也是非常利的，可以这样子讲。你们知道吗？你的耳根算利的，有没有人跟你讲过？有吗？对了，这位同修说的，常常听到别人讲话，尤其是讲一些是非，就起烦恼，然后就很懊恼自己摄不住自己的耳根。其实慢慢慢慢就会所谓的什么耳边风就不会太被影响，慢慢修它。然后一般它都是向外攀缘嘛，都是听很多声音。所以这个技巧我们学起来口念耳听，有机会介绍给其他同修听进去，嘴巴念了再用耳朵听进去，很好。所以刚刚也说了，因为口念一定会累的，嘴巴一定会累，喉咙一定会干等等，或者碰到像师父今天这样喉咙不舒服，那不用两步了有借口了，不是这样。所以慢慢的就要讲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们要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要做到心念先说心念。好，心念心念有什么好处？省力很好可是他又刚刚有一位同学说心念就是，如果说以默念来讲，默念你又要心念，很考功夫哎。念念念会怎么样啊？睡觉了这个是其中一个禅修每次说的其中一个五盖之一嘛就是昏沉盖昏沉盖容易睡着了还有呢？还会起烦恼心念默念会念到起烦恼，谁说的？不会起烦恼哦，哇，很高的境界了用心念那心起烦恼的时候就压下去了非常好。还有呢？也会比较慢刚开始可能速度要放慢一点才容易心听最开始 要放慢，因为快的话很难因为听不嘛，很难听嘛慢慢来，等一下好，先讲心念好，心念还有什么好处可以正念分明因为最后还是要用心念的啦。好，因为尤其临终的话你其他的那个六根有没有办法很好的作用？没有所以临终的话就要靠你这颗心了念佛的心所以一定要心念了，非常好。好，我们再讲心念，再来要心听了容易用心来听吗？容易吗？还是要用心很用心听非常专注，非常好。
我们现在练习一下哈，十声哈，你在心里心念心听，好，给你多一点时间哈，用几分钟哈，慢慢念哈，然后等一下师父就念一声阿弥陀佛，你才慢慢张开眼睛哈，先试试看哈，几分钟哈，至少十声，如果你念得比别人快，你可以继续哈，心念心听。结果听到什么啊？好，蛮多杂声的。听得到吗？听到你自己念佛的声音吗？听有无？有哈，听得到的举手。听得到的，差不多好像少过一半。哎，举高一点。差不多啊。好，那没举手的是听不到哈。听不到的举手。哎，那刚刚没举手的呢？有时听得到，有时听不到，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很清楚啊，很微弱的啊，然后被其他声音盖过了啊。我们刚刚好像也刚巧哈、制造了一些杂音给你哈、很容易就被其他声音拉走了哈、有没有听到那个冷气的声音？有吗？有没有注意听得到？当你心听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听到自己一点点的声音啊！别人的、别人不是默念吗？有人金刚持吗？有人念出声了？有吗？刚刚有念出一小小声的吗？有吗？这么厉害啊！没有声音，你听得到他们念？哦。哇，兄啊，我也要听福建话。你们听到吗？他说：“师父，我听到我重开的声。哇”隔壁的听得到，你旁边的听得到，你喘气是什么？喘气还是呼吸而已。一样的。老菩萨旁边的听得到吗？没有听到哈、他自己听得到自己的哈、听说那些禅修功夫哈、学禅修的人哈、他们禅修的境界很高的话哈、他可以听到自己的五脏六腑的声音哎，你们听过吗？你听到你的血管在走动的声音吗？有时候会听到哈、听得到你的胃在那边蠕动吗？肚子饿的时候听得到。他特别大声，肚子不饿好像很难听到，有里面在走动。好，不过都不重要，因为他一定在走的啦，因为你还在呼吸啦，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一定有。可是其实那个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训练我们这个专注力啊，对不起，让杂念少的时候你的这个专注力就更好了，很好。然后刚刚这样子短短的几分钟，有没有觉得说那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
可能其他同修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体的气哈集中在这里哈，啊，嗯，下不去哈，那要怎么给他下呢？啊，没有放轻松，你可以跟自己说啊，就是真的把注意力放在慢慢的哈，从头顶，你可以跟自己说头顶放轻松，啊，然后额头放轻松。嗯，其实，如果真正念佛哈，是身心哈会越放越轻松的。所以你发现，如果你佛号，然后念念，然后你哪里开始紧绷啊，就是有一点所谓的念得不什么如法了，可以这样子讲，哈，应该越念越轻松的，没有觉得哪里特别紧绷的，因为长期这样子紧绷，一定会出毛病的。啊，可能有颈椎病哈。啊，颈椎病就会特别紧哈，嗯，非常好，好，好，那我们这个心念心听哈，啊，这个如果慢慢做慢慢做哈，它就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哈，功夫成片，慢慢的，啊，因为口念耳听，刚刚说哈，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对不对？唯有心念心听在你其他的行住坐卧慢慢的你就可以时时刻刻的念佛了。可是那个境界如果说时时刻刻念佛那个境界不容易做到。不过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还是有强调，最后有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好，所以这里的念佛我们听得懂哈，念佛我们都在念，忆佛呢，嗯，心念心听哈，就是在学忆佛。好，所以有个譬喻是说，好，这里是母亲的，请举手，为人母的，嗯，好，我就不问父亲哈，因为一般的譬喻是用母亲的哈。好，母亲哈，如果他很疼这个孩子哈，唯一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他到外地了，看啊，可能去读书哈，还是去工作，然后母亲非常想念儿子哈，哦，好像现在新加坡是我们比较少离家嘛哈，除非要当什么阿 boy 读谁读 man 的时候哈，要去当兵，对不对哈？尤其又担心有会不会有危险呐，喝够水吗等等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个母亲她可能还是要工作，或者可能还是要做家务，对不对？可是她的心里有没有忆这儿子？会哈，有没有妨碍忆这儿子？忆念儿子有没有妨碍她做其他事情？没有，那个心可以二用的哈，一面做事情，一面还是惦念这儿子，对不对？忆念这儿子哈。可以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譬喻一样的，我们想着佛，对不对？念着佛啊，心也忆着佛啊，那不妨碍我们行住坐卧，好，可以这样讲，嗯，很好，好，那我这里要引用哈，祖师大德哈，包括我们印光大师讲有关心念心听的一些话。印光大师应该就没有用这四个字，像我刚刚说他有用所谓的自己念自己听之类的话哈，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净空老法师的老师，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吗？李炳南老居士哈，或者叫雪茹老师哈，雪茹老师啊，心念心听，他老人家就有提哈，嗯，然后对，我先说我们第十三组印光大师说的一些话哈，他说，无论大声小声，默念，哈。总要自己听自己之佛声，好，听懂吗？这句话，好，不论我们大声念，小声念，或者默念，总要自己听自己的佛声，
啊，刚刚我们练习一段时间就是在练这个。默念中一人有声啊，好，默念中要有，还是要有声音啊，故意虚听啊，默念里面有声音的啊，要还是要必须的听。能常听啊，能够常常听就怎么样呢？心智归一啊，不是归依佛那个依哈，依靠的依是一二三的一啊，心就会归一啊。然后印光大师说，此念佛最妙之法也啊，这是念佛最妙的方法啊，印光大师说的啊。我再重复啊，无论大声小声默念，总要自己听自己之佛声，默念中一人有声，故意虚听，能常听，心自归一，此念佛最妙之法也。好，好，那如果可以慢慢的这样的自念自听，我们就可以慢慢做到刚刚说的兜摄六根，然后呢净念相继。这里的净念就是清净的念，也就是没有妄念，没有其他的杂念了，就是正，所谓的很正念分明了，净念了，可以做到这样的自念自听，就可以净念相继。然后净念相继一直做下去，就可以得三摩地，就是差不多就可以到达我们那个阿弥陀经说的一心不乱，就可以慢慢达到一心不乱。所以还是要从这个自念自听开始，这是印光大师说，然后跟这个心念心听的概念也很接近，可以这样说。好，好，那雪茹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除了讲口念耳听，然后做到心念心听，最后呢，他就说，老人家就说最后就能神念神听，神念神听。师父引一下他讲的一些话哈，雪茹老人他说，好，心念者，我们先讲心念心听，心念者不出声而默转佛号，不出声而默默的还在转那个佛号，虽默虽没有出声怎么样呢，而字字清楚，字字清楚便是心听。所以刚刚你们如果没有字字清楚，断断续续的，还没有做到心听，要每一个字都很清楚，阿弥陀佛在心里念的时候也听得清清楚楚，你就差不多慢慢做到心听了。然后神念者，这里在讲神念者就怎么呢，心不默转佛号，心里虽然没有在转佛号而起念皆不离佛，你的 起念起心动念都不离开佛神语之话，就是说已经到了我们说实相念佛的境界你们听过实相念佛吗？念差不多念佛三昧了实相念佛 有八个字的讲法是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听懂吗？比功夫成片更高了，因为心念心听可差不多也可以说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还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实相念佛实相念佛里面有功夫成片，可是功夫成片里面不一定有实相念佛，不念而念，念而不念，到了这样高的境界了，
这个念了不念，不念了念哈，印光大师有一些解释哈，然后师父试试看讲讲看哈，反正我们都听不的了哈，可是尽量解释一下哈。嗯，好，印光大师说啊，我们念佛哈，无人念佛啊，当从有念而起，哈，一定要先从有念嘛哈，有念而起，然后。可是要慢慢做到呢，念至念及勤亡时，就是你的念头啊就所谓无念了哈，即灭了哈，念及你的所有的情啊、感情啊等等哈，都亡啊没有的时候，则即无能念之我，到时候就没有能念的你哈，无念之我哈，亦无所念之佛。好，没有能念的你，也没有所念的佛了，啊！可是还是做到哈，而复字字句句，历历分明，不错不乱。好，好，我重复哈，字字句句，历历分明啊，非常清楚啊，不错不乱啊，即所谓念而无念了。听懂吗？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肯定哈都很难做到这个境界哈，所以这个是神念神听的境界哈，可以这样说哈。我们先只要了解概念就好，好。然后啊，所谓念而无念，也有无念而念啊的境界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者啊，正念佛时啊，在这样的境界哈。了无起念佛之情念，而复历历明明相续而念。好，就是没有念的你，还有没有所念的佛啦，啊，很难做到啦。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我，对不对？然后还有分别心嘛，啊，他是佛啊，我们是凡夫，还有这样的分别心哈，所以还没有做到啊，慢慢来。嗯，好，所以讲完祖师大德讲的哈。我们再回到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哈，嗯，心念心听哈，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看做到的，好啊。讲到这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很好。默念的时候哈，嘴巴。师父也鼓励你们哈，如果刚刚学习默念的哈，嘴巴要动，也因为怕你们怎么样呢？睡着了哈，因为睡着肯定嘴巴没有动哈，嘴巴还能动就是还没睡哈，好，所以鼓励你们。可是等你真正做到心念心听的时候哈，嘴巴会不会想动呢？嘴巴不想动了，连那个计数器都不想按了，佛珠都不想掐了，对不对？你就定在那边了。可以这样子讲，好，嘴巴嘴唇不要动哈，啊，可以，只要你不会昏沉，啊，只要不昏沉就可以，啊，怕你昏沉，嗯，好，然后刚刚有同学问哈，那要不要计数嘞？啊，还记得印光大师十念法原文哈里面讲。以前的人不用计数哈，现在的人要计数了，啊，为什么呢？尤其先计十念十念呐，哈，啊，因为要摄住我们的哪一根，一根，啊，除非你们已经可以做到哈，你跟师父说，师父，我的意念都能够摄住了，我的一根都可以摄住了，那你就不用号码了，你可以放掉号码了，好，那还没有的话，还是要抓住号码。好，然后也有一句话哈，应该是夏莲居老居士说的哈，啊，我们也可以当成很好的参考哈。他说，弥陀教我念弥陀，对不对啊？阿弥陀佛教我们哈，要念他的名号哈。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然后嘞，听弥陀啊，来了哈。口念耳听哈，口念弥陀，听弥陀，然后
弥陀弥陀执念去啊，这样子执念去，是不是可以多到心念心听了哈？好，最后呢，原来弥陀念弥陀，有没有像绕口令这样？最后你发现谁在念弥陀啊？自己就是谁呀？啊，最后你会证到这个，就是实相念佛了哈。啊，差不多了哈。啊，师父希望你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我们再念一遍哈。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执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嗯，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啊，短短的四句话，就把口念耳听，心念心听，神念神听啊，讲到了哈。嗯，有没有同修哈，觉得说师父，我只要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不用耳听弥陀了哈，我先到达这个境界，我用信愿就好了。有没有同修这样子想？有没有？一定要跟师父说啊！如果你是要这样想，那就可能就不用听下去了，我就念我的佛就好了。嗯，为什么鼓励你们慢慢把你的念佛功夫啊再提高？为什么？其实不外哈，不外就是怎么样嘞？因为好，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哈，里面有两种力呀、啊，力量的力，对不对？好，首先肯定有他力，对不对？好，他力，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对不对？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嘛，哈啊，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净土哈，然后让我们念佛就可以去哈，这是他力。好，那他力，阿弥陀佛这边，他就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哈，不是里面有个譬喻吗？那个譬喻是比如说啊，又是母子嘛哈，母亲常常想念儿子，对不对？那如果儿子也常常想念母亲哈，他们是不是缘分啊会很深？啊，来世还会不会再见面？会，对不对？啊，可是如果母亲想念儿子，儿子从来不想母亲，这样的缘分会不会深？啊，很难说的哈，来世会不会再见面啊，不一定了哈。所以一样的哈，母亲跟孩子的譬喻哈，比喻说我们跟阿弥陀佛哈，谁是母亲谁是儿子。嗯，两边都可以啊，已经做到两边了啊。好，我们先说哈，一般讲法就是阿弥陀佛是母亲啊，我们是孩子，所以母亲已经常常想念我们了啦。现在的母亲不知道了哈，啊啊，一般的母亲了哈，常常想念我们哈，所以就像阿弥陀佛哈，常常啊想念我们。那我们只要想念回啊母亲啊，想念回阿弥陀佛，是不是就感应道交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容易，对不对？所以阿弥陀佛那边他把他的本分做好了哈。那我们这边哈就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做到，我们也要想念佛了，对不对？啊，其实很简单啦，道理很简单啦，对不对？所以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时时刻刻想着佛啦。啊，所以如果老菩萨，有一些老菩萨心很清净哈，然后已经放下了哈，孙子也放了哈，啊，他可能也做到这样的境界了，对不对？你不用跟他讲。老菩萨你要心念心听，神念神听，他也听阿波哈，可是他做到了，可能哈慢慢都做到了。好，那我们哈，既然我们这边哈，我们把我们这边做好，就一定哈一佛念佛怎么样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然后最重要是见自性佛啊，见我们自性佛。
好，讲到这里啊，大家了解吗？了解吗？好，还是要先讲为什么你们没有想佛，有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你们没有时时刻刻想佛？来讲一下。迷惑啊，因为迷惑颠倒哈啊。好，你们都想什么嘞？跟师父讲一下，我好奇一下，看你的心都想六尘呢、啊。哎，等一下，嗯，想什么？想抓鸡呀、啊？哦，想抓鸡哦。嗯，还有嘞？啊，就是财色名食睡啦，全部都在想了哈、哦。好，然后呢，你们不要忘记地狱五条根啊、哦！你想这些都下地狱的啦，啊、哦，都不会去净土的哈，所以一定要把它转成想佛啊。好、哦，刚刚有同修说他做到两边都可以啊。你有时候觉得你像阿弥陀佛的母亲啊，怎么讲哈、啊？排谁吗？啊，哦，你是想世间法有孩子？对，假如说世间法就是我们阿弥陀佛是母亲哦。对哦，啊，所以我们是母亲，我们也希望孩子也像我们嘛。啊，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像阿弥陀佛的母亲哈，阿弥陀佛像我们的孩子，不是哈。是大慈下面佛，可能就是融成一体的。对，真的是这样哈，很好，好，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哈。好，为什么我们总是没有想佛？因为其实道理很简单，只要你想佛哈，你把佛已经想我们，我们只要想回他，我们一定感应到交，对不对？好，然后问题就在我们没有常常想他，所以就要想一大堆白灯啊，让你们哈、哦、尽量想他。所以今天师父啊，又要把早上这段时间哈、啊、拿来教你们多一个方法，哈、啊，因为如果口念耳听念下去啊，也是很好。最怕说口不能念的时候，就没有佛号了，就怕这样子。好、啊，嗯，哎，啊，佛不能进哈。啊，心不专注哈，所以为什么要还是要做到我们说质跟量嘛哈，当然重质不重量，对不对？可是以念佛法门来讲哈，其实很多祖师大德还是建议那个量的，你们知道吗？有没有留意到？有没有留意到？对，哇，这位菩萨很懂很多名词哎，你们听有无？什么叫四修？什么叫理修啊？啊，四修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量嘛，啊，念多少？所以为什么常常鼓励你们啊？老师傅又想出那个白灯出来，什么百万声啊，对不对？就是要你们有那个量。那我也很欢喜，我周围的一些学生哈、啊，慢慢的发现，每天做定课啊，每天有个数量，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啊，每天如果不做那个定课哈，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那天少做了什么，就好像那个比喻就是，啊，新加坡天气很热哈，如果一天不洗澡会怎么样啊？啊，对啊，好像怪怪的，叫你不要洗澡，洗澡然后去睡觉，会不会很奇怪？啊，怎么样都要洗个澡才睡觉，对不对？有些还洗两次哈，啊，所以。一样的哈，每天做定课哈，那天不做定课会觉得不舒服的，一定做完才去睡觉啊。慢慢先做到那个量啊，第一个阶段哈，量做到了就可以啊，在质上面下功夫了，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那个专注力，然后让妄念越来越少。有谁发现你的妄念已经越来越少了？有没有？有哈。嗯，非常好。嗯，其实啊、有一位来果禅师哈，他讲过几句话啊，我本身非常受用，我也分享过几次哈，今天再分享哈。来果禅师说哈，他说如果我们
在静中修哈，啊，在比如说这样子的哈，静坐啊，这样子这样能够播出一段时间哈，这样子的专修的哈，静中修哈，啊，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十分的利益，十分满分的利益哈，这样子十分哈，如果要把它放在动中修的话，可能就会掉到几分，你们知道吗？以来果禅师说一分，真的是这样哈，因为静中修比较容易嘛，把它放来动中修就很考验了。动中修就是你在你日常生活中啊，那个叫动中修。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动中修。我们说的动中修是日常生活中离开你的修行的这段时间这样子的修啊，好，所以就可能掉到一分了。你在面临人事物的时候，那个叫动中修啊，可能就掉到一分。好，你慢慢练习到哈，你在动中也有十分的功夫哈，这个十分的功夫放到你生病的时候又掉到一分了，可以这样讲好，或者另外一个讲法是放到你睡觉的时候又掉到一分了。好，你说我睡觉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有十分功夫，最后呢最考验我们的是什么啊？临终的时候又掉到几分？一分了。好，所以如果这样哈，我们做一下数学哈。好，刚刚说十分之一啊，可以再乘十分之一，再乘十分之一哈，也就是你静中修的功夫哈，要放到你临终又要有十分的功夫的话哈。先不要这样说，好，你静中修的功夫哈，要放到你临终的话哈，剩下可以说剩下一千分之一的功夫了，可以这样讲吗？听懂吗？好，因为十分之一，然后又掉，好，所以可以这样讲哈，剩下一千分之一的功夫了。好，所以为什么强调啊，要慢慢的练习哈，然后让我们最后临终的话还是有十分的功夫啊，历历分明啊，佛号不断啊，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临终的时候你念着佛号啊，有信愿行，阿弥陀佛一定来。我们就是啊在练习啊那一刻好。所以你们看到你们现在静中修的那个重要吗？好，所以不要满足于你静中修，如果觉得修得不错，你就觉得你临终有把握了哈。啊，不用等临终啦，你生病一场，今天原本有至少有两位同修说要来哈，结果感冒了，啊，就不想来了，我没办法来了，啊，然后可能佛号也没办法好好啊，像健康的时候这样子念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关口念、耳听、心念、心听，理论都有了哈，我们要实践了哈。好，刚刚你们报道的时候，义工菩萨有没有请你们要请一个什么计数器哈？我们还是要先有计数器哈，除非你跟师父说，师父，等一下那个练习哈，我会历历分明啊，佛号不断，我不会有打瞌睡啊，我也不会有打妄念啊，那你可以不用计数器。好，有些哪些菩萨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样，你先举手，等一下就有义工菩萨盯着你看了。嗯，有没有一些同修说我已经做到那个阶段了，我不需要计数器，有没有？师父，因为不省用事，我在念，我都是在念十念法，可是我念十念法
嗯，所以我用了计数器反而会使我分心，因为刚才师父在练习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计数器，我专注佛号，而且观想。你有没有一到十？有一到十还是有啊？其实很简单，一到十你就按一下，也是干扰。观想不起来啊。啊，其实印光大师没教我们观想，这是你自己很受用的方法，你觉得观想对你受用哈？好，好，那这位同修就既然他有加一个观想，他已经很忙了哈，我们就可以让他不用计数器哈。还有没有？还有其他同修说，我不要计数器，我既没有打妄想，又没有打妄那个打瞌睡的，很有把握的。好，其他我们先哈，十声才按一下，轻轻的按就好了。好，好，为什么？就是一下子没有东西给你们抓哈，很危险呐。哦，可能那个等一下的练习就浪费掉了，因为都在睡眠中、睡眠三昧中度过了。好，好不容易哈，嗯。好，那等一下我们练习哈，你们觉得我们应该练习多少分钟哈？就是把刚刚的几分钟再拉长了哈。你觉得你要给自己几分钟？我们又要共修嘛哈，要大家配合的一段时间，多少？我们先练习第一段。对，随时都在念佛哈。好，好，问得很好哈。没有定课，可是随时都在念佛哈。这个随时都在念佛哈，可以做得到吗？就是说，在做其他事情的当儿哈，还可以专注的念佛哈，做得到吗？比如说给师父一些例子哈，在做什么的时候可以专注的念？听不到，切菜的时候哈，可以专注的念哈。有没有十念法啊？因为印光大师不鼓励哈，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不适合用十念法，所以你做的用的这个方法我们叫散念散课啊。以前我用一个譬喻，就好像散工一样啊。好，那我们真正，其实师父没有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耶，你们这里哈，是不是全部都要往生净土的哈？等一下讲错对象了，全部都不是要往生的，然后师父你跟我讲这样多做什么？我只要偶尔两两户，然后啊养养神啊，我就很欢喜了啊，这样就随便念了啦，不用这么辛苦了哈。所以对哈，有没有还是要举手哈？有没有同修他不是要往生净土的，他只是要念佛念好玩的，还是有一点修行这样子啦？啊，举个手，没有要往生净土的，然后今天刚好又来了，没有了哈。都有同样目标哈，好，那对了对了，好，那所以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十念法的嘛哈，啊，加上最近又有个因缘哈，不过我昨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分享哈，这个因缘也还是要给有福报的人哈，没福报的哈，对不起了哈，这个因缘就是有个地方哈，叫三福园地学习中心哈，他们是教《弟子规》的啦。他让我们可以运用他的场地哈，不过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晚上5点啊，可以去用十念法哈，做三区的念佛啊，可以绕佛，可以静坐念佛，可以拜佛啊。请问星期一到星期五哈，9点到5点哈，你们通常在做什么？上班。哦，家庭主妇也要上班，上家庭主妇的班，不过还是要开放，对不对？其实他跟师父讲了几个月，我本来真的没兴趣，
啊，主要他本来邀我们过去嘛，可是他星期六跟星期日又没有开放，然后那边大概挤一下可能容纳六七十人呐、啊。我说我们这边可能也不方便过去啊，等一下我们义工菩萨要拒绝人了，到了七十个人哈、啊，就说对不起不能了啊，我们也不忍心嘛哈、啊，所以后来想一想，好了，还是开放一到五哈、啊。好，哪些福啊、哪些同修是真的有这样的福报哦？星期一到星期五九点到五点啊，随便什么时间都没有关系，就欢迎你们进去绕哈，不一定要好像上班一样报到的哈。好，哪些同修啊有这样的因缘福报？举手。啊，有空就去，没空不用去啊。有哈，有一些有这样的福报的哈啊啊，不用准时啊，可以的，嗯、啊。好，不要五点到就可以，人家要关门了。所以希望同修护持这个地方哈。啊，然后如果我们都有反应不错哈，他们就会可能了哈，就会更发心了。再看怎么样哈，再成立另外一个道场也说不定哈，让我们可以啊，星期一到星期天啊，早上到晚上，甚至二十四小时哈。嗯，所以我们就播着定弘法师这样的一个佛号的一个speaker 哈啊，就这样一直播着哈，你们就很随喜随缘的去念，啊，去护持，哈，很好，嗯，好，啊，它靠近大悲佛教中心啊，在大悲佛教中心的隔壁的隔壁哈，应该百泉大厦，啊，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办公室嘛哈，所以你们如果要穿海青进去后，在旁边穿，好，就不要在外面穿，好，嗯，不穿海青也可以，好，里面有冷气的哈，嗯，好，所以用十念法的话，还是要比较专修，然后其他时候就不用十念法哈，就用心念，尽量的用心念就可以了。啊，所以刚刚那位同修的问题哈，就是属于散念的啦，啊，散念啊。最后，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心念心听，做到心念心听，就是啊，行住坐卧，心里都在念佛，都在听佛了，啊。不过你没有下功夫是做不到的，啊。上一次这边的通修啊，共修师父不是提到，思念的时间多，是不对？好，思念啊，好，什么叫思念？没有正念了，没有念佛号。好，你其实可以算一下，其实你说你在所谓的动中修啊，啊，很多时候那个佛号不够专注的，啊，最后临终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上都不知道。好，嗯，好。啊，对，我们最近有练习一下哈，好，坐着念没问题哈，好，坐着念我们都一直在做，绕佛的也没问题哈，啊，我们还有试过啊，一生一步嘛哈，然后先从右脚踏出来哈，右脚一生哈，左脚右脚哈，一生一步，甚至本来有一些同修他们喜欢三生一步。一二三一步，四五六一步，七八九十一步，啊！不过练习后还是发现，大部分的同修还是比较习惯一生一步，那走路就不会好像要跌倒，太慢的话哈，可能比较难一点啊。所以我们先从这样的速度开始哈，一生一步。那拜佛就稍微快一点，我们试了哈，一二三慢慢拜下去，啊，四五六是拜着的。啊，差不多六的时候，其实要准备起来，六七八九十，所以啊，还是稍微快。如果不介意的，还是可以用十念法这样子拜。那如果觉得太快，拜到会头晕哈，啊，可能就心里念这十念法，然后不管你的姿势拜到哪里都没有关系，用自己的速度就可以了。嗯，好，有没有人已经用这样子的速度哈？用这样的速度然后拜佛的，有没有同修在家里自己试啊？那怎么用的？比定弘法师这个版本还要快的
哦，你拜这么快，十声，用很慢速度。那有一到十的时候还没有起来了哈，还在拜哈。哦，这样一到十拜了起来了，那还算快了。啊，这样算比较快了，因为其实拜佛要慢慢拜，摄心拜，啊。嗯，有用十念法吗？啊，可是没有停顿啊。嗯，自己把它分十声这样子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好，都可以，好，好，好，那我们等一下要练习哈，我们还没有讲一个时间呢。你们觉得呢？还是师父建议你们再看看，你要不要认同同意？好，刚开始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哈，要不要先试20分钟？20分钟会太长吗？哈，觉得20分钟刚刚好的，就是心念心听哈，完全的用心里念哈，然后用心听进去啊。然后可是还是师父还是希望你记数，因为等一下也要问你念几声啊。十念法的话，你就那个计数器哈，上面再乘十，你跟师父报告就可以了。好，20分钟觉得刚刚好的同修们请举手。哎，好，没举手的请举手。没举手是什么意思啊？太长还是太短？没有经验啊，随缘啊，是吗？没举手都随缘哈，是吗？所以不觉得20分钟太长的哈，也不懂长还是短哈，很好。如果睡着了就很短哦，啊，然后打妄念的话，听不到那个声音，就觉得哇，20分钟好像20个小时，啊。好，那我们先从20分钟开始。如果大家做得好哈，我们等一下再试，再拉长一点。好，吃饭前再拉长，希望还有时间，可能没有了，还是要试30分钟。你们投票哈，投票哈。OK， 只能选20跟30哈，没有 sit on the fence 哈，没有随缘的哈。等一下你 sit on the fence 还是跌倒的。好，20跟30选哈。啊，一供菩萨帮师父看哈，20分钟的请举手。啊，30分钟的请举手。好，20分钟赢了。啊，不过20分钟后很可能还是等一下就分享心得就没有时间了哈，因为下午，除非下午你们不介意哈，我们再试试看。啊，所以为什么要计数器？因为我们今天讲好要10000声哈。啊，所以最后你们的计数器上面要有10000的哈，好不好？啊，不可以打折扣的。我们要回向很多众生。今天师父因为是今年啊，也算是今年最后一场的10000声哈。师父等一下要做一个比较长的回向文哈，所以你们的10000都要算进去哈。OK， 好，要乖乖算哈。睡着的就很麻烦了哈，睡着了就真的是浪费时间了哈。好。哎，对，10声按1次，啊，10声按1次哈，嗯，等一下的10000声哈，啊，等一下再说，看你们这个20分钟做到怎么样哈，啊 ，OK， 好，等一下听说本来我师父是说要全程参与哈，好像有听说一些几位同修要下午才到哈。好像有一些哈，可能要等一下静怡你留一下哈，因为可能如果我们下午还要练习哈，要跟他们通知，要不然说啊那没声speaker 坏掉了。好，嗯，好，我们先练习20分钟哈，20分钟到的时候师父就敲引磬哈，小小声敲一声哈，然后你们就慢慢睁开眼睛哈。还有没有最后问题？没有啦，都可以哈。嗯，要，所以说很危险。啊，因为关灯很好哈，让你们能够更放松哈，更专注哈。不过，要关灯，
好，所以记得哈，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可是没有靠音声，完全靠心念心听。哎，可以吗，菩萨？可以哈，念快，可是你要听得清清楚楚哦，不可以把吵的哦，听不清楚不能算哦，啊，要每一声哈，阿弥陀佛都听得清楚啊，好，嗯，等一下慢慢，心念心听，你们都不要出声哈，因为这样的心念心听，那个耳根还没修好的哈，就会怎么样传。刚刚讲的，等下隔壁的床鬼虾都听得到，好，或者听到别人念佛，我们嘴巴可以动，可是不要有声音出来了。好，连金刚念都不要的，那个吹吹凉吹吹凉，不是小小声念都不要的，完全心念。需要的话你就动嘴巴动，嘴唇动，好，不需要嘴唇也不用动。可以，如果你习惯无可以。好，嗯，可是五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哈，啊，不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哈，啊，因为那个会更容易。五声五声，嗯，五声五声还是要知道是一二三四五，然后六七八九十，然后再重来，好，十声一样，十声后才按计数器。还有没有最后的问题？三三四可以，嗯。啊，你不用三三四还有什么办法？你可以啦，你做得到啦，一到十清清楚楚啦，真的吗 ？Try 哈，好啊，连印光大师可能都觉得有点困难哦，因为要连续一到十，一到十不容易。你分三组比较容易，嗯，不如果可以也很好。啊，还有吗？这边有问什么三三四？三三四很好啊，啊，三三四是最容易的，啊，五五还比较难一点点，嗯，好，还有没有？还有今天第一次来的，你们很有因缘呢，一来就接受我们的挑战，啊，试试看哈。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做蒲团的，你们也可以尽量做得舒服哈，尽量。背稍微挺直一点点哈，嗯，不过也不用太直哈，还是要放松的哈，啊，对，然后可以散盘或者单盘啊，可以的话也可以双盘，嗯，啊，很放松的哈，啊，如果昏沉就开眼睛，不昏沉就关眼睛，或者开三分，好。心念心听，心念念就不要念站起来的，好，嗯，先坐着念的，好，嗯，可以吗？还不知道哎，看你们怎么样。等一下，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纠察的义工菩萨，你们要练习吗？你们有谁要发心来观察哈？因为师父需要你们哈，有几位哈？我先问哈，纠察的义工菩萨在后面的对不对？好，你们也要练习这个方法吗？要练习的举手。啊，发心帮忙护持道场的举手，后面的义工菩萨还没决定哈，还在讨论。嗯，要不要护持？护持的话，就是如果真的睡着的，你们看得出来吗？啊，已经在钓鱼的啦，因为你睡着了哈，哎，我们吃素不会钓鱼，已经在那边嘟咕了啊，因为你睡着，你这个脖子哈很难挺住的，除非你境界很高哈，睡而不睡，不睡而睡啊，如果睡着，你注意看他有没有一直跟你点头，你就知道了哈，好不好？所以等一下邀请。啊，义工菩萨哈，帮忙。其实两位应该差不多够了。那如果你们走动哈，要脚步要放得很近哈，啊，不要干扰到他们哈，注意看哈，好不好？然后如果睡着的，我们可以把你叫醒吗？要用什么方式把你叫醒啊？
啊，禅宗他就打相反啊，哎，他那个技巧很好，真的不会痛啊。他就是他们懂得怎么打哈，打这个地方哈，有声音可是不会痛的，啊，我们没有相反哈，啊，只有你可以不用用，嗯，因为你有观想，可是一般人很难观想，啊。啊，需要上洗手间的哈，赶快去。哦，那要 break 一下哈，嗯，好，快去快回哈，嗯，好，可以伸伸伸伸腿哈，先啊，因为这边佛像就要向那边哈，嗯，嗯。嗯，嗯，嗯，对，嗯，好，等一下等他们回来，你再问一次哈，我一次回答，嗯。有没有同修们已经试过了这样的方法？白发有没有试过？心念心听，好，还是念出声哈，嗯，啊，可以持续多久？很快跑掉，嗯。嗯，很好。Practice makes perfect， 要一直念哈。嗯，因为真的要做到所谓的最后一心不乱哈，就不能靠这个所谓的五根呐、啊，前五根我们就不能靠它了，知道吗？好，真正要做到一心不乱，完全靠一根，完全靠我们的心，嗯。嗯，大声一点。嗯，嗯，手要动，啊，嘴要动，啊，嘴唇要动，啊，可以的，嗯，可以。啊，可是刚刚有说哈，如果你念到真的慢慢要入定的话哈，啊，嘴唇就不想动了，嗯，嗯，嗯，就不用动了。这样就对了，嗯，很好。我们这样的念法哈，你会慢慢念到身心什么清安，先从身心清安开始哈，好，好，因为刚刚说嘛，用嘴巴念。嘴巴会酸，对不对？好，会耗气，啊，用这样的方法没有用到气，所以之前定弘法师有一个心得报告是，他用十念法闭关九旬，九旬是几天？九十天，啊，他每天从早到晚念哈，嗯，然后啊，他说他没办法念出声的，连气都不用出来，就是有洞口了哈，这样而已。他可以一天啊，他从一天，比如说七万、十万慢慢加，到了第八十九天哈，你们知道他念多少了吗？他最后两天就不睡觉了，就冲了，因为最后两天了哈，不睡觉了哈，从早至暮，再从暮至朝凌晨哈，
这样子都没有睡觉，连续两天，一天念差不多，我印象中你们知道多少吗？22万，后来最后一天可能累一点点，好像是21万5千，大概这样。哇，20万，你们要用多少时间念？不是一天一夜，我看几天几夜，哇，几十天几十夜，几十天，不容易，所以有没有感觉一点紧张啊？不可以紧张啊，放松，越轻松越好哈。这位菩萨他很发心啊，我也知道他受了菩萨戒的嘛，然后一方面师父那时候有提倡不用只是受菩萨戒，只要受五戒，不用受菩萨戒，只要受五戒师父也鼓励你们大曼依啊，所以他今天做好榜样，我们给他鼓励的掌声。你们知道他要上洗手间，他要多一点时间哈，他有多一件衣服要卸哈，不会的啊，只可以很好的哈，都回来了，有空位置哈，好，都差不多回来了哈，刚刚还有。最后的问题，有同修问，你再问一多一次，默念嘛哈，就是说这位同修他平时尤其在家里念佛，喜欢出声念，因为他也读到说出声念可以利益周围的众生，所以要给他们听，所以很少默念。好，首先，我们说这样子的发心很好，其实众生那些看不到的众生也有两种了哈。有一种如果境界稍微高一点你默念他听得到吗？可以的有一部分众生是听得到，那境界也不是境界，就是比较有一些众生是听不到的哈。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当然有这样的心很好，可是如果你真正因为好好的默念然后心念心听，然后你慢慢的达到一心不乱，你利益的众生会不会更多？有形无形的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因为你靠音声，你出声念，你永远永远只能靠音声靠你的五根，你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心念心听最后实相念佛就很难了。最后师父再强调，刚刚讲一点点真正的能够念得心念心听念得好你会身心清安你不会觉得很沉重然后其实会念得很清净，然后因为清净而念得非常法喜，念到你不想停真的会这样。有没有人念佛念到不想停的？有啊，哇，很好。念到不想听，就是慢慢念的有一些那个境界然后再来时间跟空间对你来说有没有影响？什么叫时间？时间就对你没影响，然后那个20分钟感觉可能就是这样然后空间更没有影响你就好像心包太虚你跟虚空一样的融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不用被这个五根所左右了，你的身根，你根本不觉得你的身体很沉重，它可能感觉轻飘飘的，很清安的。好，时间跟空间都不影响四字。我们强调四字，为什么强调四字呢？阿弥陀经怎么说？直持名号除非你已经，除非你还没有皈依阿弥陀佛了。南无是皈依的意思，你皈依阿弥陀佛了没有？皈依了叫阿弥陀佛说不用客气了直接直持名号四字临终的时候我们就是靠四字还有没有最后的问题？没了20分钟大家加油阿弥陀佛。